很多压力。那你今年多大了？28。28岁，也还挺生的。嗯，那也非常。我觉得我选的没什么不行，特次的我也看不上，我又不是那个谁都能看得上。我说不要跟我说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嗯，是这样，那我怎么长大的呀？我就是因为怕你，我一直上叫怕我的。不结婚，再幸福他也不叫幸福。到外头人一问，哎呀，我都没法说。哎呀，就是个不结婚，那就一切都没有价值了，对吗？这是因为我从某些方面讲，我说话可能稍微直接，传统意义上她真的是很大的美女啊。不是，首先不是漂亮，不是美女。第二个，年龄真的很大了。出嫁，这是做母亲来说是最高兴的事。今天这个你出嫁是个大事儿，是咱家的大事儿，也是我盼望已久的一件心愿。我觉得你感觉比我兴奋。是。就是想说，觉得我的年龄的问题会不会对你造成困扰？本身每个是有困扰。这个本身别人我能接受，未必别人都能接受。然后包括我的父母啊、家人啊、朋友。嗯，那你也会有些打算，对你将来以后吗？我好像中国女人以前小的时候那个裹小脚一样。虽然中国现在好像就是鞋子就是小那么一号，你脚多大都得钻到那个鞋子里头。对于那种心很小的那些女人，可能有个家庭就好了，那穿上去就可能还就比较舒服了。但是对我这样脚大的，喜欢到处乱跑的，喜欢我觉得很对自己的未来，对自己的人生还有很多梦想呢。我就觉得我的脚太大了，穿不进去，穿上去夹脚。Available now on video on demand.